收好，不能有丝毫差错，请法祖放心。 甚至连愤愤，你老爹竟然下一个兵。
你的行为只是私欲的作用，它只能将你周围的人冻住，而不能用火去温暖它。这样不会成功的。也许你说的是对的，那么我在你心里是什么？信念。夜的梦境和茶中的明示来看，石胜必定在黑暗之渊的魁罡大殿，被魁罡用火煅烧，要将金丹提炼出石胜体外。我说怎么天地宝剑找不到他呢？我也是这样想的。黑暗之渊是三千的缝隙，是八千弱水化成，凭你是道行通天的神圣，一沾弱水也是立刻魂消骨立。那怎么办呢？师父，我去救大师兄。你虽是神龙之身，可是无法抵挡弱水的侵蚀，只怕还没有到黑暗之渊，就已经化作了飞灰。怕他什么飞灰，就是死也要尽力试一试啊。哎，老身莫慌，先听镇元道兄把话说完嘛。三界的众神之内，能够抵弱弱水的只有一人。哦，谁啊？长乐尊神朱半仙。我去上个茅房。半仙啊，镇元道兄说弱水不能侵害于你，这可是真的？哎呀，看师父说的，我与你们俱是一般，怎么弱水就不能侵害我呢？你莫听镇元兄胡说，他一定是记错了。二郎爷有所不知啊，朱半仙在死封长乐天神之前便不是凡人。道义是偶尔才得知此事。哎，这是做什么？上次在黑莲之中，我用天地宝剑无意之间照到了长乐天神，发现他竟是天蓬元帅的化身。天蓬元帅朱文已经在佛界成为净坛使者了。是啊，他是凡身投胎，便是我们现在面前的朱半仙。你这个老道都会揭人老底，我就是天蓬元帅投胎，那又怎么样？当年天蓬元帅朱刚烈远征南方水族之时，曾经渡过弱水。半仙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师父啊，你莫听嚼舌根，俺老朱什么时候渡过弱水呀？真是一派胡言，断无此事。哦，我知道，你们都是怕那弱水有毒，所以才拿我这老实人胡乱指派。长乐天神现在是危急之秋，石胜被擒，能不能救出他，关涉到三界的安危，这一切都系在你一个人身上。是是啊，你莫拿什么三界安危这话吓唬我。哼，什么三界安危？老朱说没有，就断然没有。你是没有，可你的前世天蓬元帅曾渡过弱水，他能，你就能。你这简直是胡说八道！我什么时候渡过弱水啊？我就算是天蓬转世，我现在连弱水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啊！
二郎爷，当年玉帝剿灭南夷之时，天蓬曾率水军抢渡弱水，击溃敌军，因有大功才被玉帝封为天蓬元帅，执掌天河水军。啊，长乐天神，小仙说的可对呀？就是有此事又怎么样呢？那是天蓬元帅，又不是我朱半斤。你就是天蓬元帅，我敢说弱水绝不能伤害你。现在众生之中能够救出石敢当的只有你一个人。你们法力高强，偏不肯出头，只让我这个老实人顶缸啊。哎，半斤啊，并非我等不肯出头，只是因为无法抵挡弱水侵蚀。你师兄身陷黑暗之渊，备受烈火煎熬，你就忍心袖手旁观吗？师父，我就是渡过了弱水，那黑暗之渊必定有重兵把守，我一个人又能有何作为啊？二师兄，小弟随你同去。我也去，我也去，我也去，我也去。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呀？我也没说。半斤啊，你师兄往日对你恩情有加，今日之事，你看。二师兄，你只管前去，但有那用命之处，小弟替你出头便是了。嗯，我也是。半斤不必犹豫，我二人给你鞍前马后，出生入死，绝无怨言。嗯，长乐天神，此事关乎三界兴衰，望你三思啊。半斤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你师兄平日里可待你不薄啊。哎呀，你爸，敖师弟和三太子都如此有命，把老朱再推脱，那显得不仗义了。嗯。俺舍命这一次罢了。太好了。哎，去可是去啊，只是有一样。哦，是什么？只要是我们能做到的，我们全力以赴。嗯。第一，我要三太子的乾坤圈和九宫飞虎罩一套。哎，这有什么？你只管拿去。第二，明日启程之时要多备饭菜，哎，让我尽饱一餐。天蓬若肯去时，只把小仙这蓬来吃了，又有何妨？师父，我和二哥同去。哎，不可，你们无法抵挡我，反倒成了我的累赘。哎，只在此等候便了。你记住，离玉帝回到天庭只有四日，也就是说，你只有两天时间。两天之内我要回不来，就说明我主死了。你说这石敢当，他是铁打的吗？怎么一天一夜了没有动静啊？是啊，他就是铁打的也该化了，真的是岂有此理。这次终于抵挡不住了，这下好了，只要有第一颗，后面的就来得更快了。是吗？别说金丹呐，法祖还不重重的忧伤我们呢。是重重想我们。
谁洗脑？老朱，长乐天神，小神是昆仑山守山大神，特地在此为天蓬指路。啊，承蒙照顾了。此去路多荆棘，天神一切小心。多谢多谢。
呀？哎，只管炸了，别闹了。证人，托孽畜，你也敢来吓唬朱祖宗，吃俺老朱一耙！这厮倒会使眼样法呀，再吃俺老朱一耙！嗨呀，退你，退你！你这厮可真难缠呐，便只会躲。打不过时再跑便了吧，你省了俺老朱的力气了吧？这厮真是家养的儿子，这般听话。坏人呢？
我告诉你们，赶快放我出去，要不然惹得你诸族的火起，将你们狗窝都烧了。真是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我们该去海边了。好，我马上来。Thank you.
睡着了，看看有没有金丹出来呀、啊。是惹恼了他一窝了，哎呦，来的莫非是他舅舅？你是何方妖孽，敢来惹我长乐天神？你是长乐天神？这姑娘还会说话？不错，我就是。你的师兄是三界大护法武圣天尊石敢当？不错，你是何人啊？我是弱水中的守护大神。啊，你是弱水大神？你莫唬我，岛中的前身乃是天宝元帅，当年灭南夷之时全靠弱水大神带路，我还依稀记得他的面容。啊，你莫要假冒顶替哄骗于我。天宝元帅朱刚烈是你的前世法身？那还有假，要不老朱也不至于给派到这儿来啊，吃这等苦头。元帅，
我真的是弱水大神，我是彭蠡呀。彭蠡？不错，弱水大神就叫彭蠡呀。哎，你，可你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？300年前，魁刚来到了黑暗之渊，我与他相斗，被他施法力变成这般模样。怎么？是魁刚把你变成鲲鱼？正是啊。哎呦，哎呀，你莫要伤心啊！我此来就是要救出我师兄石敢当，消灭魁刚的。